公司吗？我要开锁。开哪个锁？这样能不能开？出去不还的。我操，真操控，此乃上古神器。到底能不能开？无解，无解，开不开？媳妇儿，来电话了。帮我拿一下。嫂子。啊。那你老妹在你家没？没有啊。那你来我家呀。哇！哎呀妈呀，撞上！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哎呀妈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！我操，你怎么？对不起，你怎么开的车？不好意思，不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怎么站着也撞啊？不好意思，你会不会开车？你扒拉谁呢？你扒拉你咋的？看见过马毛没？看见过。看见过驴毛没？看见过呀。人毛你看见过吗？没有啊。我他妈我毛了。来了，小白。咱家空调坏了，有点热，要不然你先去洗个凉水澡凉快凉快吧。这是在暗示我吗？想的美，我才不给你拿钱修空调呢。Fuck you 。你还有准备搞了吗？没走。那穷啊，祖祖辈辈都穷啊，你闺儿子嘛更穷，一天窝在床上搞得一屋零苦无当的，你闺儿子嘛还没点好下场，窝死你狗日的。哼，管不着，我要吹口水了。